感情是因为他这个做这个哥哥这个心脏，对，把他移植到了三哥的身上。如果跟他有一个美妙的关系，是没有说真的谈恋爱的关系。OK，如果如果你来选的话，作为一个女生 ，Bosco 比较有魅力，还是三哥比较有魅力？我跟你说，肯定是三哥。你认输啊 ，Bosco！ 我必须认输，因为他是我大哥。我很专一。Bosco 就对了。好，这个剧集9月9号就会在我们瑜伽新闻台播出啊，大家敬请留意啊。那说到这次来做宣传，除了这个剧集即将上映之外呢，更重要的是星河无限电视大奖2013，两位都有入围，都知道吧？知道。你不知道哈，那我要告诉你好不好？刚刚访问的时候，我你有什么事知道？没有，我在想是不是同一个颁奖典礼啊？对啊 ，Bosco 是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事情是知道的？是什么意思？刚才他在路程上面就问我，哎 ，Bosco， 等一下去到那边要做什么的？我说啊，你不知道。去的地方是什么？好，你也不知道。别怪我，因为我刚刚从横店回香港，然后香港待了一天，对，香港待了一天，我今天就过来了，对，所以我基本上我现在都，我昨天起来我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你还有点 jet lag 是吗？其实在横店跟我跟你说，因为他那个礼物可能还在他昨天的那个生日派对里面，因为昨天是他生日。来，因为我打电话给他。你有爆料吗？你有爆料吗？要听爆料的尖叫声！我上这个爆料了，大家觉得你觉得好笑的就拍拍手，然后一起跟 Niki 说一句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爆完料之后，你领唱，大家一起来唱生日歌，祝福 Niki 好不好？先爆料啊！先爆料。好。前一天晚上，因为他的生日派对呢是朋友陪他度过12点，就是说29号。当我收到他的电话的时候，已经是30号。太有诚意了 ，Niki。他本来12点多，本来你为什么不来我的生日派对？啊，是几点的，大哥？12点多才打来叫我去他的生日 party。 我没有才打过来叫我，说问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来。对，他没有邀请我现在没有误会我，以为是骂我为什么不来。是，所以你该怎么补偿他？没有误会，他在飞机上面还给他看 那天晚上的照片给我看。你说多几多人，多少人来了，那几十人。哎，我说姐，你看一看你的记录，你几点钟打给我？12点多你都玩得这样开心才打给我。对，为什么没有找我一起开心？你说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是，我祝你越来越漂亮啊！是，多谢。明天的生日要早点通知啊，早一个月告诉他。我今天已经通知你明年过来。天哪 ！OK， 只有很好。我一年前已经跟你约定了 ，OK， 好吗？好，我作证。OK，OK， okay. Okay, 大家有很好感情才可以这样啊，也没有怪责的。那个，我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我也先告诉你，我未来10年的8月30号。